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卷子。今天给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事儿，就是我不是山东临沂的嘛，我的名字叫做卷子的农村史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呢，从去年开始，卷子就从农村，然后搬到了城市，然后在城市租了一套房子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为了小丸子嘛，也为了孩子，就是以后能在市里边上学，卷子还是想着能够在市里边发展。所以我现在要改领域，就是前段时间咱们官方就是通知卷子说，我现在发布的文章跟农村无关，因为我现在拍的视频大部分都是在城市拍的，然后我现在要把领域改成为劳动领域。但是就是我改成了为劳动领域以后，我就不能叫卷子的农村史了，就有点不符合。起个啥名字？让咱们广大网友粉丝，然后帮咱们起吧。咱两个都是有限的，是不是？大家还是比较有文化的。为什么要改成这个 vlog 模式啊？就是想要记录一下我们的日常。vlog 模式就是，生活，然后农村，各种都可以拍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改成这个 vlog 模式了。比较符合味道的，是不是？大部分拍的就是一些生活视频，就是想让我的视频给我的名字是相符的，要不然可能大家我就会觉得，我叫卷子农村史，但是拍的视频却跟农村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好吧，现在就是征集咱所有的粉丝家人，然后发动你们的大脑。对，起个好听的名字。对。好听、好看、容易记得。一要容易记住，二要叫着顺嘴，是吧？然后其他也没有太大的。那这样吧，为了答谢大家帮咱起名字，咱就是在评论里边所有人起的名字中间选一个，如果被选中的那个人，就是如果你起的这个名字被卷子选中了，用了，然后卷子直接奖励红包200元。200，中，好。我对咱家粉丝从来不抠搜，不管挣多挣少，对粉丝绝对不能。我给你先定个吧。你先挣我的200块钱呢。对，我先挣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非常亲切，我这回家都是个奇怪人。这个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